有来医生，有健康享未来。鸡眼怎么治？张文娟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。鸡眼这个皮肤的赘生物，就是皮肤角质增生，中间有一个像鸡眼一样角质产生了，隆起于皮肤表面，所以大家很形象的叫它做鸡眼。如果在脚底下你走路很疼的，在脚的旁边呢穿鞋压迫的引起疼痛，这个病啊也是由摩擦或者被刺激以后造成的。要去掉这个赘生物怎么办呢？鸡眼可以用冷冻的办法冻死它，也可以用激光的办法烧死它，还可以用一些针刺刺到鸡眼的根部，像树的根给破坏掉一样饿死它，也可以用箭膏敷在上面，以后呢一个星期那个鸡眼表面就变白了，它不疼，你就可以一点一点挖出来，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。专家提示，鸡眼是皮肤角质增生形成的赘生物，由于摩擦刺激所引起会有疼痛表现。鸡眼治疗上通常可以采用冷冻激光的方法，还可以使用针刺到鸡眼根部，将其根部破坏。此外还可以使用鸡眼膏糊敷于鸡眼上，一星期左右待鸡眼表面变白即可一点点将其挖出。